好，我们现在呢就在馆前路这个英雄谷的现场哦。现场可以看到呢，这边就是这个稍后旗子发放的地点。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有两种旗子，一种呢就是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旗。虽然说在奥运现场台湾人没办法拿，但是我们现在回到国内了，当然就可以拿起国旗来一起庆祝。另外呢，还有一种呢，其实是像是现在这次主视觉的这个旗帜，有这个彩带呢，还有上面其实就写着“台湾英雄荣耀同行”，稍后也会发放给民众一起替台湾国手一起加油，也表达对他们的喜爱。那我们现场其实看到，在稍后2:30的时候才会进行发放，不过呢，现场的排队人龙就已经非常非常的长了。现在大家呢，其实就是想要一起为国手来加油，我们一起为国手加油好不好？一、二、三，加油！加油！加油！谢谢，谢谢大家。那我们再来看到后面呢，其实还有很多人都是在中午之前就已经来到现场排队了。大哥，我们想请教一下说，你什么时候就来到现场了？差不多一点。对，那今天怎么会突然想要来这边？这个是咱台，我们台湾一个很大的喜事，普天同庆，举国欢腾的好日子，是为台湾英雄加油。是最喜欢哪一个选手？大家很多那个出国比赛的选手，大家都很支持，都为很多的选手加油。是，谢谢。加油！看到大哥，其实手上呢还有这个为台湾英雄加油的特殊的这个气球造型的加油棒哦。而且呢，他们也是非常热情。今天中午虽然说是大热天，但是呢，马上就来现场，我们一起来帮选手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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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加油！好，虽然说现在馆前路线上的这个路边呢，其实都有一些铁栅栏呢，稍后就是要让民众呢站在铁栅栏之内，因为等一下选手呢就会在这个路上用这个游行的模式，用车辆行进的方式会开过馆前路，这也是中间的其中一个道路，所以就怕民众呢可能会发生一些动线上比较混乱的问题，所以他们也是现场的布置了非常多的警力，就在前面要维护秩序。不过稍后呢，我们也将有最新连线报道将提供给你。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